主动的爱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哎，我在你脸上看见神的爱，好不好？啊，彼此问个爱吧，在你的脸上看见神的爱啊，感谢主。哇，你们太棒了！再教你们唱一首歌哈，也是有动作的啊，请大家再来仔细的学。这首难度稍微高一点哈，但是你们太棒了，没问题哈。试试看，跟着我来说，跟着我来做啊。这首歌叫《主的恩典》啊，这样子说，主的恩典，来大声一点吧，来，主的恩典，大大小小，嗯，小小是小拇指哈，主的恩典。从头到脚，对，就是这样啊，简单，白白得来，不能忘掉，嗯，感谢，涌出如浪潮，就是这样啊，没有了，没有其他动作哈，就是副歌的时候我们来做啊 ，OK， 学这首歌，主恩典，一起拍手啊。
利路亚，主的恩典真的是丰富奇妙啊！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，都是主的恩典哦。因为我们有生命气息，我们有健康，可以来到这里，没有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没有躺在医院里面，是不是都是神的恩典啊？是哈，因为我们常常把神的恩典视为是理所当然哈，人很容易就忘记哈。但是呢，生命气息都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哈，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好好的珍惜。好，非常谢谢你们，请坐。下面要跟你们分享的歌曲是我们新专辑的一首敬拜赞美的歌，很轻快，叫做《不停赞美》哈，是新歌。那么，请你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打拍子，一起来学这首《不停赞美》。
刚刚那首歌说，不管晴天雨天哈、春夏秋冬，白天一黑夜，我们都要赞美神哈、因为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啊，他是全能的神，而他又是这么爱我们。那么下面有一首歌呢，就是讲到说哈、当你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啊，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都很有限，我们的能力有限，我们的智慧有限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才是最好的、最正确的。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，他可以帮助我们，他可以指引你前面的脚步。所以请你们来听这首《十字路口》。